学生热恋三个月，明年中当李太。被求婚过？有这个经验。后来我不够勇敢啊，会让我很勇敢的人，一定就是最棒的。恭喜 Vivian 这次真的很勇敢，因为找到心目中最棒的男人喽。Say say say you love me， 不顾一切，狠狠爱。就是一个历史性的画面，让人见证了 Vivian 勇敢爱。38岁的她被拍到后，大方正的男友是36岁的新加坡马可波罗海业集团主席李云峰，两人第一次合体入境就直接进展的跳婚纱，相当令人惊喜呢。我必须要遇到一个100%会来对我，我才可能会结婚。我是结婚很传统的人，如果结婚一定是以夫为贵。婚后将以夫为贵的 Vivian 昨天立刻发表我很幸福的声明，强调与另一半是8月正式交往，也就是他们交往3个月就决定结婚啦。据了解，婚期一定在明年中，他理想的白纱属于古典简约的剪裁，已请 Vera Wang 的设计师定制。事后当天也拍到 Vivian 的姐夫知名摄影师苏义良和准妹婿相处的不错。恭喜一下老师家有喜事，已经有帮你上报了吗？家人归家人，可是我工作归工作。其实在工作场合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就是对，我们不喜欢。昨天意外，那你会补拍他的婚纱吗？这个当然有机会的话，也是我的。再来回顾一下 Vivian 的情路，我公开的就只有两段呢。那两段指的是 Skizzle 和毛巾小开贺锡进，但不能认或没法认的还有吴奇隆、吴建豪、冯德伦等。难怪他这回公开恋情有感而发，因为20多年来都是躲躲藏藏的，我只是想用很健康的心去面对自己的下半个人生。吴建豪早他一步，今年升格人夫，昨天透过经纪人大方对他祝福，吴奇隆也说祝福他。倒是和他曾论及婚嫁的贺锡进冷冷表示，我不知道这件事。苹果娱乐新闻狠狠祝福不倒。